因为我们还要靠着这个票来用，为帮助我们收获我们的成员。有一个会堂者，他就在这里接近的时候想到你手的安装，因为他的能力更加好严重，於是耶穌就去兒童像的屋企，有一帶愛民眾都跟住耶穌同佢嘅門徒。喺呢個時刻，有一個女人患咗流血流嘅已經12年，佢困喺民眾當中。但是他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，他相信只要摸一摸耶稣的衫，必定会有反应。当他摸紧耶稣的衫的时候，他的血流并不即无关啦。嗰阵时，周围都有好多人都会牵动耶稣，但系耶稣只有一个人，佢得望佢。于是耶稣就领佢呼号。唔止醫好咗佢嘅身體，就令佢好似其他人一樣，過翻正常人嘅新生活，嚟翻血流症嗰邊。當時有人嚟通知佢嘅女兒已經死咗。不用再做耶稣，但是耶稣吩咐他要继续相信，但是这个就基于耶稣又不信他。耶稣对他的三个门徒和他的家长入去屋里面，耶稣用一句话叫你系神，他就即刻好似冇乜事咁喺众人面前复活起来。这个神迹令我哋记起耶稣是一主一讲过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信从我的，即使死了，亦要活着。今日这两个神迹故事显示出耶稣确实是生命，同埋获得自然的根源。这两件事有个共同点的点，就是我们要对耶稣充满信心，耶稣有自然的根源，他会使我们生活的目标达成。我们的第一篇读经感动感开始，天主并没有沉重死亡，也不喜欢生命灭亡，天主沉重与人原是不死不灭的，使人成为天主
有一个手段。这个就是我们三个的目标，就是要成三位，要爱三位，要与天主同人关系三位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需要天主的治愈，但愿生命中冇做天主，我们就冇可能达到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愿。